还一块钱谁送什么在后？太好，你看一下，这个翅膀包，它叫真正的翅膀包。哦哟，这个菜大。来，好，感觉这一条都有半斤多了。嗯。大一条。看一个。嗯。这个翅膀包太大，还有这几个感觉要中的男子，看没？嗯，漂亮个。这一根树刚好十个翅膀包，哇，大小均匀，好漂亮啊，这个。嗯，走走，哎，快看，可以，好不好？这个翅膀包啥？这是来晚了两天，嗯，有点老人。哎，我们自己吃，可以。可以啊。嗯，那我就把它弄到。好，弄不难，多感觉中不到。就是这一树的好多。哦哟，嘿。这个太搞笑了，这个还可以。嗯，那几个大鸟的我们不要了哦。嗯，反正男的中不到。嗯，看男子嘛，都中不到了。哎，这个小美看两双啊。嗯，他那中不到。这，小安，你快看，这是翅膀包菜哦。喂，这啷中得到？中不到也弄啊？中了。小韩，那几个咋不要了？哎呀，有点老。好吧。中不到了。好吧。被你中得了，看到了吗？嗯。好得很哟，这个。嗯，这个就是好。哎呦，哎，这个几根树都中不到了，就是个，嗯，再来找几天真的太好了，嗯，是不是个，嗯，哇，好漂亮这个，看没，嗯，上面一点老，但是我们第一根树非常好，走，走。说话来，先楼。好。哎呦。哎，这都还可以嘞，可以，可以吧？嗯。哎，那边还有几个？现在接着给我们丢的小的，哦，大的全部刚刚搬完了，这一片好多翅膀包。哎，你捡那个还是不错。嗯，这个还不错。嘎。嗯。就这几个才安逸。是。好看。好一天嘞。看了的。这个好夸张。哇，这个翅膀包很大的很。嗯。啊，这里头是小的很呢，还没法搬这个。哎。
哎呦，这个小的人家看得起的。我们也不嫌弃。其实还是可以的。嗯。是。小安，这个都不要吗？那人家老了。啥都嘛，我嫌弃，我嫌弃。这钱还有多？好，你这个小调方面，我今天还背个口袋，心都起的凶了，可惜呀。啊，这还有一个，还有这个太红。嗯。嗯。好红了，哥。啊。走。哎。这个地方还没被哪个发现，就是这个。我感觉太偏，没哪用。我们那两个还可以。嗯。你这个水砍下来哦。哦，你看嘛，也是开了七十。哦。嗯。来了，这个没事没事。在多用。哎呦，我哎，小妹，啊，这个的，这个马上冒叶子，就是的，嗯，哎呦，你觉得这个翅膀包的颜色再漂亮，这种就是的，红的，是吧？嗯，这，哎，小妹，翅膀包，哎呀，小心，哎呦，咦。这很安逸。嗯。这叫龙包龙蛋。哎呦。哇你是个蛋。来。嗯、哎呦。哎呦。嗯。这个家里就是龙蛋。嗯。走。走。哎。先生才。还就是还奶奶。啊、Hello， 朋友们，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片头菜，可以，这个可以直接拿回家了。就是个重庆，嗯，重几肯重不喝，海拔不够。我就是个海拔好高了嘛，可能1800、1900的样子吧。吃完了，来，总回去了嘛？我们今天爬好高山哦。这还好多、哦，到都是的。我们下次专门来吃片头菜嘛。吃完了。走。一顿吃不完哦。嗯。哦、拍了很多期翅膀包了，很多朋友让我教一下怎么做。今天就满足一下大家，我们先上山去搬点翅膀包。哟、哎。好来，这一束都够吃啊。还有就是个。哎呀。哇。喂，这条真的一个人一顿吃不完哦。嗯。哎呀，哎，哎，比我的脸还大是？是的。走走走。走。喊你这几个还好嘞，全是包包。嗯，包光了。哦，哇，会会会，哎，看看这个哈，漂亮个，嗯，哎，这几个真的好，嗯，走，再找几个就差不多了，是。哎，这条绳包还可以哦。嗯。这条才好。
啊，哎，回来了。嗯，走，回家。走。先给赤龙宝擦个水，太阳已经晒微了，但是不影响。翻来覆去煮两下就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再把漂到这儿。先漂一天，中间多换清水。把漂好的龙刀改个刀，握好冷。腊肉下锅，我们这里比较喜欢用腊，好。姜蒜辣椒，下入我们的赤龙宝。倒四点盐，鸡精，出锅。嗯，很好吃啊。